Hello，大家好，对不起啊，又是我啊，视频一点都不好看，也一点都不好笑，没有段子讲。对，又是我，就是笑笑啊。这个之前我把这个各代温度点已经试过温度了啊。哎呦我操！我靠，刚才我干嘛了？哎，我刚才干啥了？怎么就破了呢？我先把这个放一边啊，已经够加，刚才加了会儿热啊。哎，不是，手怎么破了？很尴尬啊。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活的啊，是一只龟啊。我刚才看到上面有血，哎，不是，我突然好懵逼啊。我刚才刀那个鼠愣是不知道手刮破了，我靠。你说你是有多软弱啊？就像为什么我都不能碰热的东西，烫的东西不敢碰啊，碰一次烫伤一次。我妈老说，哎，你干嘛碰一下这蒸一下东西怎么不行？我让我爸说，他可能手比较嫩啊。操他妈，我都服了。其实不是我嫩，其实真的啊，别给我发龟，我是真的没时间养龟。其实养龟很方，养龟倒不难，对吧？这什么鬼啊？我感觉是既然是别人送的，应该是这个有点脏啊。看这个品种应该是啥呀？应该是。啊，毒毛是杂佛，啊，晃，哎，我的天，你别动啊，苔藓都干了啊，哎，别动啊，这龟我感觉十几二十块的样子，我不知道谁买的，非常感谢啊，我没有给他，因为我一般，我操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我想，我的天，手有点酸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会上受伤呢？我们先来弄点水，好吧？好的，放在这里面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龟很便宜的啊，就不怎么贵啊，贵的咱买不起啊，是吧？先不喂食，完再说。我这边因为还得事情要处理，这还有个快递没拆，这快递不知道是啥，这纸盒包装啊，这个这鼠标垫的优势真的就是用鼠标垫比较好清理，但是也不好清理。这买的是啥东西不知道啊，拆了就知道了。哎呦，看看，突围啊！我等，他真给我发，我懂了，他给我发的是空包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这是空包啊，是刷单的空包，这盒有点尴尬啊，我他妈以为是啥东西呢，真发空包，你这真机智啊，他就是他退了我十块钱，等于我赚了十块钱，这包不要钱，发着玩的啊，是吧？这新闻本来应该是就到这里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如果到这里结束了，你们肯定要骂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开始刚才加热了一些乳鼠啊，我们来喂鼠啊，是吧？这不有一箱吗？我就一个一个来喂一下，好吧？我这块接下来，哎，我的天哪！首先拿剪刀，哎，不需要剪刀，这边面有一个撕的东西，是吧？撕开，是吧？然后，这只是新到的，我们来给它试试看它吃不吃啊。然后活的乳鼠还没有到，这就很难受，很尴尬啊！哎呀，放这儿，给个面子吃吧啊！他不吃啊，没办法，比较傲娇啊！这水有吗？有水就不用管了，放在这里啊。这只应该是可，这只是吃的啊，这只因为一顿能吃两只。怎么有虫子啊？快给我飞，滚滚滚滚滚！一会儿换电台啊，今天有点事情。得换了，我记得我还有个空盒呀，有了，在这儿啊，空盒在这儿，来，我们来给它先换下房子啊，听话，听话，行，哎，好的，先放这放一下，这个时候我给你们找一只别的来观赏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然你会说很无聊的，啊，不是我不给你们观赏，像这只呢，你看它这只，它看到我总是想攻击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已经对他，你能不能每次见到我有点礼貌啊，好不好？我操，你这劲儿挺大啊。可以可以，看来也轮到我了，是吧？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个部分是经过加速的部分，对，我给静音了，但是加速了，不然你们看到的视频绝对没有这么便捷啊，不然这个你们得看半个小时，但是我觉得半个小时对你们来说是种折磨，还是算了啊，我就给加速了，是的，是不是很有责任呢？嘿嘿，你过去就完了。这只没有放饲料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我放一只小一点的，这只吃，哎，吃大的它也吃得下，是吧？
对不起啊，碰到你了。然后你看，因为我给加速了，又把那个去掉了。我把中途一些我说话的部分给留下了，其他部分全用来剪，闭麦，静音加上这个重新录啊，不然的话你们没法看视频，对吧？现在你们听我瞎逼逼，是不是觉得很累呀？啊，其实我也很累，但是呢，我就不光配 BGM 的话又很尴尬，对，我宁愿自己瞎逼逼，我也不想配 BGM，对，那样显得自己很无能，空长了一张好嘴啊，不爱说话啊。哎，白瞎了口活儿，啊，这个因为速度有点快，所以导致有时候你们都看不清。但是讲真，已经差不多了啊，能看个大概比没看强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们喂蛇喂了20条吧，不对，喂了16、17条。然后呢，刚好10条，有10多条吃了，有几条可能还没有吃，啊，又得等下次了。对。然后这条吃的呢，它是颜色甜甜圈儿啊。买的比较早，当时我买了4条来着，啊，然后我旁边你看一直在换新盒，换新盒，换新盒，原因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放别的蛇，因为别的蛇你也知道，他们这个环境用旧了要清理啊，这个我要跟你们这些买家或者说是玩家说一下，啊，当然很多玩家玩的比我好啊，这是很肯定的啊，我知道，你就当我在放屁啊，对于一些新手来说，他们如果自己没有养过，回来找我咨询一下怎么养这个蛇，啊，我的看法其实是。哎呦，这下怎么跑了呢？我的看法其实，你养蛇其实不困难，困难的就是你让它每顿都吃饭，对吧？让它能长胖，对吧？因为有的蛇不同的个体不一样，它有的吃的东西一样长不胖。哎，我的天，这条怎么这么胖？当然，我说的长不胖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啊，它吃完之后，这个鼠跟它来比太小了。就比如说，你拿红皮来喂我的蓝猫啊。跟没吃一样啊，就比如让你就吃一块饼干，让你吃饱啊，有的人能吃饱啊，有的人肯定能吃，有肯定有能吃饱，但是对我来说杯水车薪。我的意思你们应该能明白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们喂食看这个蛇的个头来决定喂食的大小啊，就比如有人跟我问过球这个问题啊，他说想这个球，克数一样，为啥价格有的不一样？球这个东西是看这个粗细和长短的，啊，有的重量同等重量的2条球可能完全不一样，一条看着很大，一条看着很小，原因是因为一条长得可能比较细长，一条呢长得比较胖，而长得胖的可能是你喂的这个鼠的直径比较大，而长得长的可能是你喂的次数比较多。就比如说，你给一条球，一直喂那种细长条的白鼠或者乳鼠，它可能会长得比较长，但如果你呢？一星期就喂一次，而这一次喂的一只比较大的鼠，它会长得很胖。能明白吗？但是我这边倡导的，其实也不是我倡导的，也是我根据另一个人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喂蛇不要按只数来喂，你按个数来积压，对他来说比较累，尤其是活食，他不停的捕杀，他很累。你还不如，假如他能捕杀小白了，你可以给他一只亚成。比小白要大一圈，它捕食一次吃一只就饱了，而你要小白得喂两只，它要捕食两次，要受两次累，对吧？吃完第一只它已经有点累了，还要再吃第二只，因为它没吃饱。而你直接给它吃一只大的，它绞杀一次，吃是有点撑，但是呢一次就饱，还省了你的饲料费，不是吗？因为它多绞杀一次就多费一份体力，对吧？假如它费了10%啊，其实不止10%，假如它费了20%的体力吃了一只小白。对吧？然后呢，吃完之后给它补充了80%的体力，肯定是满了。但是呢，它要再吃一只，这样子，它又浪费了一份体力。而你给它吃一只大一点的鼠，它费的体力会更多，但是呢，它吃得更饱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？当然，只是自己的猜测。但讲真，我那边是你们如果有时间翻我视频的话，我很早很早有以前有一期视频，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是个头往大了喂，只要它吃得下，我就能尽量喂。对它来说肯定是比较大，不好吞，但是它吞得下去，一般就喂，只要别跟它差的悬殊就行。那期视频叫什么？卷土重来的笑笑君啊，比较早。那期视频就是当时我的蓝猫还比较小，但是也不大了，哎，也不大啊。也不小，啊，就是也是大苗了吧，然后当时我就直接开始喂小白了，就已经是起码1个多月了，
这么说吧，刚出生一到五天还是1到3天是红皮，然后呢会变成长了毛了会变成白霜，还有粉皮，粉皮比红皮大一点，就是说长了5到10天或者7天的乳鼠，然后再长大一点就是白霜，然后白霜再长大了就是开始长毛了，能进食了。而那个时候的鼠，你喂蛇它能吃得饱一点，但是呢那个时候对蛇可能会有损伤，就是会咬蛇。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独自进食了，而乳鼠是你们养不活的，除非你有母鼠照看。哎，这条怎么了？哎，会跑啊！我逼逼这么多也是跟有的人说一下，就是你们养蛇千万就是在养蛇之前先想好你们这个饲料要怎么准备，不要光想着养蛇了。养饲料的时候，价格就要不就不养，你不养你养不养其实无所谓，你可以去买啊。我也是经常去买，但是呢。你得提前想考虑好，有的人家里冰箱里死活不让你放冻鼠，你就得买活的。而买活的，假如你距离花鸟鱼虫市场比较远，来回跑一趟，一趟20-30或者十几块啊，就为了买这一只乳鼠，不值啊，真的。那你还不如自己弄繁殖组，但是有的人又不想繁殖，要么就受点累，坐公交车费点时间，要么就费时间，要么就费钱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尽量在买的时候，买蛇之前考虑好了你要喂的饲料。还有环境，还有就是加热垫啊什么的，躲避什么的。其实躲避我觉得可有可无啊，你拿个快递盒都能窝出叠出来一个，窝是在天我们那边叫就是叠折叠的意思，窝啊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？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方言，是不是方言？哎，这条好漂亮，这条应该是，哎，我都怎么跑了？好吧，不管它了。这条我记得它后来吃了。你看我在挑逗它，有的蛇它吃食比较费劲，要逗啊。哎，漂亮！我操，这条居然会缠绕了，可以。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喂食的问题。讲真。我其实乳鼠的话，我其实是建议喂活食的，只是因为我这个地方真的买不到活食，不然我肯定是优先喂活食。如果有活食，我那些小白生了，我肯定会喂活食，不会喂死食。毕竟，当然有的人会喜欢买去能吃死食的蛇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能藏冰箱，因为有的人家里就算不让放冰箱，你也偷偷放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有的蛇是不吃死食的，长大一点可以。小时候他们不爱吃死食，比较挑啊，这个你要不就训，要么就是慢慢调啊。大一点的话，一般死食、活食都通吃。小时候可能不懂事儿啊，就跟你小时候一样啊。你可能哎，算说多了，一说到这又扯得比较远啊。因为我喜欢跑题啊，好吧，我也没在正经上说吧啊。我刚才都说了些啥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因为5倍速之后，这个视频的时间整整压缩了。我天，5倍速，5倍，也就是用12分54秒，咱13分钟，13乘5，我的天，65。原来这个视频有65分钟吗？我靠！当然了，有的部分没有加速，我这个加速按秒调的，就是说有的地方是不加速，有的地方是加了5倍，有的地方加2倍，有的地方加3倍啊。这样子是为了方便你们观看，这样子你们的视频总量会很短。其实这之间相差了很久的时间，我才喂第二只，只是你们看的时候感觉我刚弄完就喂了，因为它是5倍速嘛。5倍速，它过了2秒钟的时间，时间已经过了10秒钟啊，所以说它过间隔的时间，我再加上中途有一段没有拍进去的时间，可能是过了将近10分钟，我才喂了另一只，而那只我已经看不到了啊。你不逗它不吃啊？哎，好的，它吃了，我给它打满分啊，因为这个视频我现在说话都有点累了，因为没什么可说的现在。讲真，话多不意味着你话题多，对吧？其实话题也是有的，但是，哎呀，现在剩的时间不够我说一个话题了。而且13分钟的视频，其中还有一堆有声音，我真的没什么说的。好吧，我的天呐，真的，感觉最近的声音一直在退步啊，我也一直没有进步过啊。但是我很有成长的空间，因为你的声音已经在最底层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能前进，你没法退步。所以说，乐观主义者就是说，假如你得了全班倒数，你可以不难过啊。你想着，哎，我再退步也退步不到哪儿去，而我前进优势就很大。
这个人他满分100分啊，他得了80分，他只能前进20分，对吧？而我这次得了20分，我能前进80分呀，对不对？我去上一对一绝对比他的效果好，嗯，是吧？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很棒？最后一步应该是把这些蛇都放好啊。这个我穿的短袖其实我姐的衣服啊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有衣服的，我懒得穿了啊。天气变凉了啊，注意一下。哎，这是干嘛？哦，又逗一下他们俩，逗一下我的白泽和黑水。至于为什么叫黑水呢？因为不能因为它白色就得叫白，就得以白色命名啊，没必要了，是吧？名字这个东西可以是相对的呀，对吧？这条今天好像已经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！我怕我都不敢逗它，然后另一条嘴边上的蜕皮蜕破了。我的天，你拿木棍戳它干嘛呀？我每次看看自己的视频，都在怀疑以前傻逼的那个自己啊，太他妈丢人了啊！哎，我的天，到底想干啥？因为有点乱啊，这个世界线啊，然后最后给溜一遍，然后差不多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啊。喜欢的话点一下。